这位美女，请问茅厕怎么走啊？不加钱也得把公权解了，搞砸了我的赌局。你嘴巴这么臭，很开心吗？我死了你最开心。说明了人妖两界矛盾未平，我还能靠什么？传说提及一只小妖能够颠覆人妖两界的状况。一只小妖？五八，可惜他已不知所踪。抓住他！怎么样？你别人就要打，走！你哪位啊？五八。你是圣子啊？刚认识的。你也想找这只小妖啊？经常胡巴胡巴叫的吗？我要的是这个，不是这些。我跟他好熟的，在一起玩的。虎哥，信不信我教训你啊！你干嘛又打他？妖喜欢谁才会对他吐口水？可是他怎么会喜欢你？呼巴呼巴，你也瞎了吗？